及到胸式，主要考验手臂的肌肉力量。做好这身运动，倒立两个手臂微微弯曲支撑住地面，两腿弯曲蹬地，让身体离开地面，保持好平衡。新手要注意自己动作的幅度，动作太大可能会向前倾斜，导致摔倒。练习瑜伽重要的是理解和自己发现更多动作，归类动作，学会发觉辨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有了这个技能，你会发现学习瑜伽起来更加方便了。大手侧歌式，瑜伽中的经典动作，大家很期待吧？膝盖弯曲跪在地面上，髋关节发力，让上半身保持竖直，一个手臂弯曲抬高至头顶，另一个手臂也弯曲，同时将脚背拉在手臂里面，注意好身体的平衡，不要摔倒了。瑜伽中很多动作都是体式差不多，效果却不相同的，我们要学会通过一个体式总结出三个变形的动作，这样就能练习身体四个部位。秋千式，轻松去除手臂的白白肉，那说的一定是这个动作。躺在地面上，两腿抬高支撑在墙壁上，膝盖弯曲，两腿分开贴在墙面上，两个小手臂又弯曲放于小腹上，双手合十，注意腿一定要紧紧的贴在墙面上才有练习的效果。瑜伽瘦身是一个见效缓慢的过程，不像减肥药器械瘦身、节食瘦身效果那么显著，但是小爸可以保证，只有这个瑜伽是保证不反弹的，不是标准的秋千式。假如一些便是让锻炼效果更好，做脚式，现在比较僵硬的朋友们不要放弃，用这个动作证明自己吧。坐在瑜伽垫上，两腿分开一字马，不需要180度，膝盖不要弯曲，身体向前倾斜，下颚支撑在地面上，两个手臂分别伸出抓住两侧脚趾头，向下弯曲且放松腰椎。瑜伽就是这么神奇的一种运动，每天只需要几分钟，在不知不觉间你的身体就有了变化，也不会每天都很痛苦，是一个好选择。简易歌词是，学了这么多动作，一定要把适合自己的记录下来啊。坐在地面上，两条腿前后分开，前腿膝盖弯曲，大腿与小腿贴在一起，腰椎保持正直，两个手臂抬高放于胸前，双手合十，挺胸抬头，眼睛女士目视前方，大家都不要再做旁观者了，赶快行动起来吧，相信小伴付出的努力与收到的回报是成正比的，不要觉得它很难就可以成功。这些放松腰椎的动作以后还可能帮助你摆脱很多病症困扰呢，效果真的是不错，不知道了引起你的兴趣了没有。今日话题，放松腰椎效果真的棒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